忙着呢。给你带瓶饮料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老大跟我说让我上来看一下上个月公司装修的财务报表。财务报表？嗯。好吧，我帮你拿啊。有事儿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您昨天交给我的任务呀。拼出来了，还真拼出来了。我不单单是拼出来的，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。谈。一条不差的，全部都填好了。您看一下，看完了再请您看一下这个，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没有，我有。如果一个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，就一定要记得毁尸灭迹。看到的这份表格是不是比咱们总公司规定的价格要低了许多啊？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贪污犯呀？我实话告诉你，真正的表格在咱们总公司的保险柜，这是商业秘密，你看不到的。这份表格是给咱们的商业竞争对手看的，你懂吗？知道你不信，我再问你，咱们总公司的董事长姓什么呀？李。木子李。他是我的父亲。你还是可以不相信，你回家百度一下，我们父子长得非常的像，你一看你就知道我是他的产品。你觉得我有必要贪污吗？不过梁小溪，你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值得我敬佩。我问你，咱们两个人的关系还可以发展吗？我明白了。你这会儿跟李俊说辞职，他肯定同意啊。好嘛，他正不知道你这颗定时炸弹怎么处理呢。您倒好，自己给引爆了，还谁也没炸着。千万不能辞职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辞职。冲动是魔鬼呀，我已经决定了。